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铲屎观察局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如果铲屎官一直摸着其他狗狗，不理欧卡跟查克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好了，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特派员。噠噠，要不要给他取个名字啊？叫卡卡好了。卡卡，你确定？对。好吧，卡卡。你们俩不要把新伙伴咬烂了。我是卡卡，汪汪汪，嘤嘤，喜欢吗？查克，喜欢你的新朋友吗？这是卡卡，好乖呀，他好乖呀。查克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是不是吃醋了？嘿嘿，我看呢。好乖呀，这狗狗，好乖呀，他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地位不保了，你还不过来耗饭我。OK， 你理一下我好不好？查克，是查克乖啊。查克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宠幸我？”也走啦，我要赐予他力量。你不要这样，我不要欺负别人。我把手闻他的屁股。这狗怎么傻住了？可怜我的卡卡，人家都摇尾巴了。可怜的卡卡，你怎么不去跟卡卡玩啊？走掉了，我觉得他们已经知道这是玩具了。你们两个我都不爱，你是我的掌中宝。哈哈，我最爱你了，摇尾巴，好可爱啊！哈哈，还能玩球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最可爱了，你最可爱了。你们两个眼里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你看，卡卡陪你们俩吃饭，啊？啊！两人好严肃，等开饭。对啊，来卡卡，叫一声。你看人家多乖啊！我心里想说，旁边那个吵死了吧？我只想吃饭。卡卡，你最乖了，你最乖了。你们这人怎么那么吵？吵死了！能吃饭了吗？我的口水又流下来了。卡卡，你好乖呀、啊！
加个欧卡都没你听话。男儿无动于衷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听口令哈。OK。